各位朋友平安，我是王林定兰，欢迎来到定向祝福三代情。定向祝福是有目标的祝福，我们可以选择以言语行动来祝福下一代。有细蚊仔的乐趣之一呢，就是可以经历他们生命的里程碑。同样有孙仔孙女最大的乐趣之一呢，亦都是分享他们的里程碑。我们参与儿孙的里程碑，是看到他们长大的时候，他们的过程是有困难的。第一次甩牙啦，第一次病啦，第一次上学啦，或者他要参加学校比赛啦，可能都不是容易的。我们不一定在这里，但是只要我们知道呢，我们就会尽力的去提供帮助。我们可以为他们祈祷，或者是一起的兴奋。如果他们可以明白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交谈、聊天啊、安慰啊，还有鼓励他们。儿孙他们挑战是需要勇气的。有一年，我的女儿没法子在她的仔上学的第一天陪她上学。那年的孙呢，个学校有很多的变化，建立了很多临时的教室 portable classrooms。 个女儿呢就有点担心，于是那天早上我们就去她家同埋个孙仔一起行路上学。好不容易找到她的新老师同埋个临时的教室，个孙安定落嚟之后，佢松咗一口气，佢就好开心嘅同我哋挥手拜拜。儿孙喺学习新嘅事情，或者考试啊、比赛啊、去唔同个学校升学啊，都系需要勇气嘅。如果我哋能够一齐参加同埋体验咧，其实系我哋嘅福气。为儿孙喝彩，喝彩是我们展示我们不断的支持和喜悦。我们可以为他的参与来喝彩，好像教会的戏剧、儿童的合唱、学校的音乐表演，我们支持这些事情和过程的本身。孙仔孙女可能不是主角，最重要的是他参加了。他可能不一定做得很好，或者就是因为不做得好，更加需要支持，我们可以欣赏和祝福。除了参与儿孙的里程碑外，我们还可以建立一个新的传统。有很多传统我们是可以跟从，但是我们又可以由我们开始是有一些新的传统。我们可以庆祝一些新的理由。过去我们出去吃饭啊，一起在外面享受大家的时间，可能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理由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少少事情呢，我就会来庆祝了，是庆祝一些不同的东西。譬如呢，我们庆祝有一个孙仔他踩单车筹款，或者他有其他的方法去筹款，或者他做成一个艺术的项目，或者他做了一道新菜，焗了一些蛋糕，他会寄来给我们看。当我们看到的时候，我们会很开心庆祝，或者又写信去发短信去道贺。我们也可以创造一些新的传承。通常我们可以很喜欢的庆祝一些的生日啊，这样。但是这些孙仔孙女慢慢大了，我们做公公婆婆爷爷嫲嫲的，可能不适合去参加他们的生日的聚会。那我们可以等下一次咯，一起相聚的时间再为他们庆祝。多年以来呢，我们家有个小的传统，就是当我们圣诞节一起的时间呢，我们就会跟孙仔孙女一起拍照，然后将那张照片由一个女呢就会负责将它晒好，放在一个有年份的小框架那里，挂在我们的厨房那里。每一次他们来的时候呢，他都会看到每一年的照片，他就会觉得咦，我自己又大过了。一同的经历人生，
我哋好乐意同我哋家人分享我哋嘅生活经历。同样，孙仔孙女都分享佢哋考试嘅时间表啊，边一科系好难啊，佢哋要参加一啲嘅暑期嘅义工啊，或者佢去做短期嘅宣教。呢啲我哋可以为佢哋祈祷咯。对佢哋嚟讲，所有呢啲都系好重要嘅经历嚟嘅。他们都不介意知道我们做公公婆婆爷爷嫲嫲的是经历什么，而且他们更加想知道我们面临的挑战，他们可以支持我们。圣经在西番雅书第三章十七节那里说，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，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，默然爱你，且因你喜乐而欢呼。欢呼就是唱歌了，上帝因我而快乐唱歌，上帝爱我，而且在我所有的里程碑中他都爱着我，他用他的歌声为我加油。今日我们爱我们的孙仔孙女，无论他们成功或者是失败，我们都爱他们，我们都会用我们的歌曲在他们的里程碑中加油打气，为他们祝福。祝福大家有一个快乐蒙福的家庭。